大家好啊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这是8月1号进行的比赛，英国公开赛资格赛，徐斯对阵的是前世界冠军肯达赫迪。对于这场比赛，我觉得老天还是非常照顾徐斯的，毕竟那个竞技年龄摆在这里。好，比赛采用的是短局制啊，7局4胜制。这是双方的第二局，达赫迪拿到1分，拿到第一局。那咱们就来看球呗。剩下两人在防守当中，这球好球。看徐斯怎么打，我去，这是被逼疯了呀！狗急跳墙，呵呵，被迫进攻，防得太狠了，让人家防无可防，只能放手一搏。好球，黑球，再来 K 一下球队啊，对。有个后斯诺，再来挑一下，就能够获得这个大好局面。用的是高高架架，啊，皇长一冠架，架，皇哎，冠架，拿来用象鼻架估杆，计不行，要拿个象鼻架杆。哎，少见，哎，这种榨干还是挺少见的，怎么这玩意？哎呀，看着都别扭，你看裁判在那里。哦，一顿操作下来，打进就好啊，打进就能够获得这个大好局面。好，顺便把黑球上方的红球给处理掉啊，这样的话黑球会更加开阔开放，更好围球。扎点左塞啊，推移库起来。左塞右塞的没问题。好，那么现在黑球就非常开放了。现在可以叫的球，右边那颗啊，低杆拉一库，然后这个红球堆还是需要细心的处理一下。
这个角度有点大啊，有点大，可以去 K 红球队。右边中袋有没有？左边中袋有没有？有啊，有就没问题。来，角度向上，这球不知道能不能调个蓝球，不能的话调个咖啡球或者绿球。好，绿球啊。右边中袋肯定有，但好像也有一个小面。右边底袋，球杆都立起来了，这是要调个篮球。对，挺不错，好球。然后角度来到红球堆左边啊，那四个红球左边这颗有单杀，这四个红球下方这两颗都有单杀。怎么我感觉围球起来挺别扭的，明明是一个很好的局面，不过没断啊，也没出现什么重大的失误。大家说说问题出在哪里？台面75，领先60，打进红球超分。终于来到超分的时刻了啊！来到粉球这里啊，小心粉球，最怕就是这样。有时候怕什么，他就来什么。啊，终于打上节奏了，快了一点。低杆点回来，还得调个篮球，然后看角度吧。单脚很难单脚啊，来，从底库去勾。要断了吗？
这球很难打。我去，绝啊！像这样的球，有时候就是从红球那个位置啊，你直接打进去，你都难打。10个球啊，放在边库这里，10个球，你打10个球进去，已经是非常厉害了。不信的话，大家可以去试一下。中式也可以，中式就要标准那种，不用用那种小那种球。太绝了，这杆破百！明明是挺绝，但看起来总感觉欠缺了点什么。有了一波杆法，耶，咋杆没打进？单杆120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，咱们下期再见。拜拜。